大家好，又是玩具短打的时间。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 Evolution Toys 的 Hero Action Figure 系列电子分光人。大家可能有少疑惑，就是我们认知的电子分光人的颜色好像不是这样的。这一只其实就是由漫画巨像一封大二老师的漫画配色版来的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，就是它的颜色的配搭是几破格的。本身也都几欣赏这个品牌它开发这个系列的，因为就是它都补完很多老特摄迷的一些玩具梦。因为譬如 Productions 这些特摄片，其实个玩具现在来讲新产品真的很少。尤其是都有成50年歷史的電子分光人，不覺不覺啊。咁呢套1971年的作品在香港播放過，就嚟的播出。咁我當其時都有看過，但係成個故事真係俾翻曬佢噶啦，唔記得噶啦。但係就對個造型就好有記憶嘅。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產品啦。配件就是一般基本啦。如果有兴趣买的，嗱呢只就要听一听啦，就是全港限定得50只嘅啫。嗱，买嘅地方得一个地方，就是旺角兆万中心的超人玩具。如果对呢只产品有兴趣，就不妨可以上去睇下啦。咁啊，價錢亦都好抵嘅，唔使500蚊。咁啊，今集嘅時間差唔多，咁啊，下次又同大家見面咯，拜拜。